今天咱们吃神秘的蒙古海军军粮。吃之前啊，咱们先了解一下神秘的蒙古海军。蒙古海军的全部家当，三条旧拖船以及七名成员，全军七个人之中，只有海军上将一个人会游泳。唯一能行驶的战舰苏赫巴托尔号就停泊在库苏古尔湖上。就七个人，这军粮得啥样啊？咱再看看蒙古国陆军都吃点啥。哎呦，秘制小汉堡，这里面夹的啥呀？咱真不知道。但蒙古族啊，牛羊肉不离口，秘制羊排、烤羊腿，真还原蒙古海军军粮。关注老爷吃羊排。一股焦脆的肉香味儿迸发出来了。这羊排啊，焦脆细嫩多汁儿，这肉汁儿直接就在我嘴里迸发了。你们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见香味儿啊？生菜、柠檬、羊腿肉，你看迸发小汉堡它香不香？太刺激了，回味无穷啊。这个柠檬啊，中和了羊腿肉的油腻感，这么吃起来实在是太香了。生菜解腻的啊，哇 ！OK， 如果你也喜欢军粮爱吃肉，关注蹦发哥，老蹦带你吃尽天下美食，没毛病，香吗？香。